老板美鱼，老板。对，好了。这么点好吗？好，可以了。那炒菜没帮我切。哎，好。那这个什么鱼啊？草青。草青啊。33块吧。可以。咱们有什么口味啊？有五香，有糖醋，有辣的。一天要卖出去多少斤鱼啊？天热嘛，少一点，200-300斤。200-300斤呢，现在。一个人买多少钱？3700块。我这种一般炸多久？多少一锅有多少？把这个酱都自己秘制了。这一般能放多久？天热，放个3-5天都不会坏的。好嘞，谢谢。拜拜，老板。慢点。哎。好，再见。这是刚刚炸出来的鲍鱼啊，买了5香口味的，非常酥脆的。